知道你们练的方式啊，就是我自己在看，就是我会发现，南部我是不晓得，但中部就跟台北会不一样，台北他们会，就算没有人一起到齐，他们自己会练，对自己就算一个人，他们也会练习，会一直练，一直练，对吧？其实我很难，就是练习。对你花多少时间去练，一定会有那个成果，嗯、然后养成习惯，听音乐这样，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生活方式。对，跳舞、音乐，可能就是融入在你的生活。虽然你现在的角色是学生也好，是有在工作也好，把它当作是你生活上的一部分。对，无时无刻没事就听音乐，动一动，去想一些跳舞的东西，这样多练习啊，真的多练习。